好了，继续做埋剩低嗰个佢啊！依家应该可以攞到只出嚟啦。系你啦。即系我发现我用餐嗰啲咧，即系我中意用嗰啲咧，一系疫苗，一系就病毒。我都想揾只 data 嚟用下嘅，但系我又真系谂唔到有边只 data 系我中意又觉得好用啊！真系好难取舍啊！即系好用嗰啲又唔系话特别中意啊，系啦，跟住中意嗰啲又咁啱唔系 data 喎，好少话 data。我都想揾只 data 嚟用下，即系等个队伍可以平衡啲嘅啲实力。唔系，净系疫苗咧，如果一遇到啲 data 就好阴功啊！俾佢打，龙帝咯，即系我谂都要升翻只龙帝噶啦。data 呢只都还好，龙系数码兽啊，我都尚算喜欢嘅。莲花，蔷薇，女女啊 ，SM 女郎。S.M. 女王两个都系，即其实两个差唔多啊，差唔多样噶咋，蔷薇花变咗莲花咁样，所以咩 data 系，你呢只都 data， 咁呢只麻麻啦，唔系特别中意啊，贡列加鲁鲁，奥米加取代咗啦。贡列海龙，data， 仲咩 data 啊？美瞳之蓝，呢啲啊算啦，呢啲啊，多路战龙啦，啊龙系数码兽啊，但系佢嗰招真系好废啊，真系180威力，跟住仲会停一个回合。人哋贯通嗰啲都唔会话停一个回合啊，得个180威力就要停一个回合啦。用一次 B 就咁停一停啊！难怪个消耗容量嗰度净系用18啦，咁低消耗啊！所以个实力都比较渣。杜纳斯啊，杜纳斯都 OK 喎，迟下进翻只先啫。迪安娜，奥林匹斯十二神。呢只好似几劲下啊！今集晚安之月之前好似及过，佢招必咧系50% 机率睡眠啊，50%、二分一机率喎、即系你圣骑士、盾龙甲兽嗰啲都系30% 液晶化啫，跟住金光武神啊，都系30% 麻痹，佢50% 睡眠。二分一，劲咗啊！正常系应该要有呢个实力。奥林匹斯十二神，奥林匹斯十二神设定上同皇家骑士个实力系相等嘅，唔系争好远噶啦。即系应该系要同皇家骑士同级嗰啲实力上。系喎，呢只 data， 压啦，迟下进翻呢只。争啲唔记得个你，迟下进翻啊！仲有咩 data 咧？八脚马又系疫苗啊！八脚马，顽固啊！唔知顽固啲招改成点咧？反而呢个我冇睇过佢个招。50以上。逢即死，艾德，今集新嗰只咯，但系又系疫苗啊，冇咯，完全睇啊，真系我中意嗰啲啊，大部分都系疫苗，一系病毒啊，一系就冇属性咯啊，斗龙甲呢啲啊，真系冇乜边几只系，应该一只手都数得晒啊，即系我中意嗰啲 data 系嗰啲啊。神龙呢啲又系疫苗啊！
啊，究竟 V 龙啦，又系疫苗啊，冚唪唥都系疫苗啊，唉，算啦，阿良我都系疫苗命啊，世界最大嘅湖泊，湖啊，哎呀，世界，中国嘅话我知道，中国好似系嗰个。中国歌是什么青海湖啊定什么时间成琵琶湖女海尼斯湖即是女海啊啊不女海好像不是湖来的吧哎算了你不记得晒啊这些东西哎走啦接埋个任务吧哎呀啊这样已经 不小心拖了五分钟了唔经唔觉拖多五分钟，非常好，十分好。唔系我刻意想拖时间啊，绝对冇啊。中野 B W， 又系你啊，又系田中正雄啊，咩蝴蝶嘅人啊？有位想俾你认识嘅人啊哈，啊哈啊哈，入厕所，坐喺度。你咪整蛊我啊！等咗成个钟头，啊，屙屎就唔使咁耐啦。好啦，好啦，原来系你，即系你系入去化妆系嘛？啊，复活啦！唉，好耐冇见老人年 ，boy， 系啊，我听讲啦 ，yo 啊，你其实系泽松嗰边嘅间谍，是吧？啊 ，yo 啊 ，yo 啊，啊。好啊，冇办法原谅，真系冇办法原谅啊！所以依家系复仇嘅好时机。No no， 本大爷唔会啊，拘泥于过去啊，今日唔系嚟光雕 ，you 啊！在平板上 M 先发光的委托你见到了吗 ?U 不小心见到了吗希望你能够给予精神的对象你应该知道是哪个吧 ?Hey, say! 啊 ,Erica 是哪个啊正讲解答的是账号被非大人被 broker 之后的唔能够去 Adam 嘅悲惨嘅本大爷，然后唔知几时我 hot 嘅心变成咗 cool 嘅心啊，作曲嘅恶魔大人都唔愿意降临。你去睇下心理医生啊，我真系帮你唔到，你揾错人啦，啊，诶睇心理医生啊，人以为我会死神火焰兽，都变成个软趴趴火焰兽。剁皮蛇啊，剁晒皮啊，抬唔起头做人啦、啊，好呕心，真好呕心。如果唔谂下办法帮佢恢复活力嘅话，啊，即系我谂佢呢一段又系续翻上一集个剧情啊，因为上一集咧，上一集就。差唔多打到爆机咁上下，好似系爆咗机噶啦，已经即系我就打到爆机，跟住有个支线就系呢条友啊，咩恶魔复活剂啊，恶魔复活 dead 剂啊，即系呢条友又复活啊嘛，又出翻嚟开唱片，开演唱会啊，出唱片啊嘛，即系可能佢中间点解会复活嗰个过程咧，就喺呢一度呢个内容度啊。啊！又系续翻啲剧情咯，啊，补完翻。Erica 就
应该会又俾佢个小妹妹打啦。阿飞飞又冇可能啊，飞啊打爆佢啊！唉，基佬我又唔想揾佢啊！唉，逐个试下啦，试下呢个。咩话？要我帮忙鼓励啊？G B K 唔要，绝对唔要麻烦。睇埋呢个先，又想揾我讨骂，真系个碍眼嘅家伙。好似你咁肮脏嘅男人系毒害，系垃圾啊！竟敢学唔会教训又出现喺我面前，会令你后悔。就我真系唔好想揾佢嘅基佬啊！不如索性我带你去见佢啊，然之后由佢哋两个喺度系咧，由佢自己两个喺度沟通啦。啊，跟住我就走啦。唉，你都唔讲声啊！你十派你啊嘛，够唔够十派啊？哇！嗱，十派啊！喂喂喂，大众面 boy 啊，呢个到底系 who are you？ 点解 Jimmy King 喺呢度 ？Why？ This is real。Rock and roll 啊，障碍 you the eyes， 我咁睇清楚。我就系呢个 Jimmy King 本人，呢个一定啊 ！This is real。咩话？要我鼓励伤心嘅 Jimmy King？ 等阵先，点解特登要揾我？第一，我对佢嘅音乐一啲都唔了解，绝对唔得。你得你劈低佢喺度，我走啊！所以我只能够讲出加油啊之类嘅说话。好啦好啦，我知道啦。你又做乜面红啊？我唔知道你点解沮丧啊，但带精神来啊！你睇，同你讲咗唔得啦。你会唔会当我佢系女人噶 ，Jimmy King 啊？啊，不过仲好啊，撮合埋佢哋两个啊，咁啊唔使俾个基佬缠身啊，索性撮合佢哋两个啊。又见到中意 Jimmy King 嘅宅暗门啊，聚集喺呢个 Ship 谷嘅图二张片前去高底啊。有面红啊！唔好总系往蝴蝶嗰度跑，居然走咗，走先嚟讲你真系 ，Jimmy King 啊！但系正常，佢嗰啲粉丝应该大部分都系女粉丝嚟嘅，我又真系答啱咗啊！女孩，我觉得应该唔会有男粉丝中意个咁嘅人啦，系嘛？中意佢嗰啲，我谂都应该都真系几口味独特下嘅，啊，系咪先？哇，你睇你睇，啊，大部分都系女嚟嘅啫嘛，咩宅男咩宅女啊，差唔多一大堆宅女，又系个黄牛党，黄牛党你真系咁多兴趣啊你，群众演员啊，登钱使啊呢位演员啊！一个演员起码演咗十几个角色啊！真定假 ？Jimmy King 本人啊！帮我签名啊！拜托你啦，我好中意你嘅。切拿蜂鸟啊！咩字嚟噶啦？我恶魔般嘅死忠粉丝啊！可唔可以握个手 ，Jimmy King 大人？好似咁样先系真正有魅力嘅人。你哋咩 kill 嘅恶魔 kid 们啊，不过但系只有一个安信罪啊，安信罪嚟。啊 ，Jimmy King 大人，呢个魅力啊 ，Jimmy King 老大嘅魅力根本冇极限啊。
知宅男先唔会鍾意你呢咁嘅人囉、啊。宅男系鍾意啲偶像㗎咋嘛。鍾意啲女偶像。嗰啲 idol 啊。鍾意嗰啲 idol 啊。鍾意嗰啲啊穿住条迷你裙啊。淨係識得喺度賣下萌啊扮下可愛嗰啲咁嘅女囉、啊。嗰啲啊。肯定唔会鍾意你呢啲咁样嘅。恶魔伴冷酷嘅魅力。听讲数码兽都好强。啊啊哇居然俾隻新嘢登场啊。阿尔德是吧是啊。是啦、啊、阿尔德啊。调整成比较小的尺寸。怎样我考察有讲啱啊。就是这样啊。咁大睇嚟有咁强壮个鸟，居然就系嗰个咩蜂鸟嘅原型，得你开，你居然估中咗，真系强！我成鸟型嘅数码兽本大爷，好大都系恶魔，系咧，我攞只恶魔雀啫，唉，what？ 今日有啲唔系太方便。佢啲数码兽好似已经咩啦啊被阿飞打瓜晒。阿德啊係啦佢嗰隻夠极体啊佢嗰隻係完全体死神火焰。啊讲得都冇错啊保业啊我摸我家人我今日喉咙嘅状况啊。咁死而无闻，唔好走啊！你俾人逼上梁山啊！你唔好望住我，我帮你唔到啊！我先走啦，你自己解决啦，你粉丝你嘅事系咪先？咦唔係喎佢都進咗化喇喎科學怪人嚟喎。伏計設定喎都應該唔夠打㗎喎。係呢嗰隻阿爾德好似設定上都幾勁下。基本上佢都冇打过，全部都系我打的。啊，呢就系所谓嘅盲粉啊！盲粉就系呢啲啊！我一定会等你再次复出嘅，因为我最中意 Jimmy King 老大嘅音乐。系咧，啊，跟住之后复活祭典啊，跟住就翻去上一集嗰个支线度啊。我要一直相信并跟随你啊！一直等住你复出嘅、啊，你哋 ？No no no， 咁系 no lock。
暂停活动食屎啦，唔确定复出时间，听佢放屁。就算系天才都需要稍微唞啖气，系咪啊？冇错，天才般嘅半大爷只系稍微休息一下啫。唔好因为传单上嘅说话就随之起舞啊，恶魔卡啊！既然系咁，就等本大爷嗰啲双手好咁舞动你哋啊！是布雅？系啦，复活祭准备 just now 啊，跟住就翻翻去上一集嗰度啦。后面嗰段剧情应该就冇噶啦，呢个要翻翻去玩翻上一集先有啊。Death 复活祭啊，感受到啦嘛呢个 feeling 啊。佢真系会复活嘅，放心啦。啊，不过你要翻翻去上一集啊，啊，即系如果你冇玩过上一集嘅话咧，啊，你就要翻去玩翻上一集先至会见到佢嗰个复活掣啊。我先唔系因为惊再次俾数码兽攻击，咁但系知道啊。有音乐世界决胜负啊！阿妈啊，数码世界唔啱你啊，投身于呢个音乐界啦。你得翻音乐界呢条路噶咋？唔好玩啲咩数码兽啊！准备超大型演唱会啊！我开到热血个会议啊！就系咁，拜拜，收到吧啦。跌咗啲咩啊？给我的稻草人偶，七不签名，攞去买噶啦，唔需要啊，买佢赚翻笔钱，你食餐好嘅仲好。我情愿要话田和玲子嘅签名，都唔想要佢，真系，我真系。真唔係我個味。又係問阿米雷呀，痴呆朋友嘅傳聞呀，邊個朋友先呀？千水呀，定係龍獅呀，定係個基佬呀？咁啊，痴呆，唉，又翻翻去个伤心之地，唉，间铺都炸埋啦。变到通缉犯，啊，嗰阵时佢帮我哋啊，帮我哋换咗个身份啊，换咗个账号啊。联络唔到啊，冇嘢嘅，应该我谂唔掂咩？冇咯，跟住接委托啊，就咁知道佢系通缉犯啊，跟住又接委托，啊真系啊，逃犯英雄啊，无名兽。乜叫人无名兽啊？好得啦，我啲讲义气嘅，实帮你嘅。
在你前面的嘛。不出声就这样静鸡鸡走入条巷的话。你都有看新聞，的确被吓到。之前请你帮忙的东京大停电作战，因为那个失误就变了做通缉犯。虽然能够理解见到犯罪者本人会很兴奋，但不要太激动，我马上就会被捉走。我摆出那种表情不是你们的错，是我擅自做的，只是为了维护我自尊先做的，所以不要太在意。是咪即系你识啊右吉噶嘛，你都识啊右吉叔噶嘛，系咯，识得啊刑警佢哋噶嘛，有啲关系系咪先啊？真系捉走咗都唔紧要啦，靠关系应该可以放翻你出嚟啊！上野啊，上野，联络唔到个伙伴啊，阿龙师系嘛？唉，佢你唔好提佢啊嘛，佢有已经黐咗线啦，佢丧失晒理智啊！上野好，你揾到龙师啦吗？揾到啊，但系佢又走咗啦。呢度有自己间铺都炸烂埋。都不知道怎么说他好。博物馆，诶，这个不是谁？插捷径，你明明就是那两兄妹那个大佬啊。就在这里附近啊，同年代的黑客，真悟啊，仙姑。好，调查下，少年，博物馆嗰度传来咗惨叫声啊！惨叫啊！吹到，佢咪见到只有人见到只丧尸暴龙兽突然之间跳跃啊！见到个恐龙头骨，跟住喺度嗌啊！哎，又系博物馆啊！咩？更加柔软扭曲，感觉好呕心。Ita 系咪嗰啲 Ita？ 系啊 ，Ita。啊，真唔嗰条友居然喺度查侵蚀者，那个笨蛋，做咩要做啲咁嘅嘢？可能已经被人 eat 咗啦，画质有啲差啊！但系就见到佢入咗去啊！话唔定系走咗入去啊！咁可能真系俾嗰啲 eater eat 咗啊！系啦，又听到有悲鸣啦啊！得唔得？得唔得？你？你嗰啲应该唔够打喎，你只 partner， 你进咯，进 Diablo 未啊？我嚟守护呢个蝴蝶最后嘅荣耀啊！我系大二啊，顾掂你自己先啦。真系糟糕啊！上次先啱啱过完嚟，接嗰个丧尸暴龙嗰个任务，嗰咩化石啊，切成两半。哦，咁啊死啊！非常之唔乐观啊，非常唔乐观嘅情况。唔知阿丧尸暴龙嗰啲点咧？阿丧尸暴龙仲有嗰条鱼啊？他两个可能继续在扮标本，所以没事啊。
装死啊！好似唔见咗啦，丧尸暴龙嗰条鱼。我见到，见啦。咁你都唔死算好嘅啦，咩咁大？你嚟救我噶嘛，阿新啊！你依家遍体鳞伤啦，发生咩事啊？我听你讲想调查呢个侵蚀者嘅事，我都想帮你出份力啊，所以我到咗去调查侵蚀者嘅事啊，然后就遇到本尊啊，被追赶后就变咗咁嘅样啊，跟住我个 DG fish 啊，我部嘢坏咗啦，阿脚仲扭亲啊，明明想帮你啊，但系依家反而你俾你添麻烦啊，真系好冇用啊！治好啦，可唔可以企起身啊？走啦，快嚟我呢度。哇、哦！被发现啦嘛？你带佢走啊！我留喺度，拜托你啊！得啦、啊，你带佢走先啊！你要交俾我，碎了未啊？三二哥啊，碎了。有啫，开个唔系喎，诶，诶，得8%，诶，暴龙剑加呢个天羽羽斩，应该够秒噶啦。地狱榴弹，天羽羽斩，将数码世界都可以一刀两断嘅斩击。我加埋呢个暴龙剑，再加埋呢个黄龙剑。算你命硬，死啊！冇钱嘅，咪 Eta 一蚊都冇，变到好强啊！同以前完全唔可以相比啊！你啊，同以前一模一样啊，仲系用紧嗰只咁样嘅嗰只地狱使者啊！你应该差唔多进迪亚波噶咯，计翻啊！我可能过多一两张啊，要啊！唔记得后面佢仲有段劇情系同嗰啲 Eta 融合咗噶嘛？啊！哎有啊，至今堕落啊，误入歧途啊！唉、啊，一条友你想点啊？哥唔妹啊？啊，就嘅事，我一个人谂办法处理啊！喂，我唔紧要，唔系你嘅错啊！离开哥啲家伙嗰阵时，我仲以为我已经做好咗要一个人干下去嘅觉悟啊！但系拜托你嘅时候，就代表我呢个想法就系太天真啦。经过今日嘅事件，等我明白到呢点啊！所以跟住落嚟，我真系会，我会真系唔去依靠谁一个人做落去啊！我已经唔想再见到伙伴，因为我而卷入危险中。扮咩有型啫？懒有型嘅咩？扮有型啊！讲埋晒啲漂亮嘅说话，你仲系完全睇咋你？等你进咗究极体先讲啦！你冇实力喺度讲埋晒啲漂亮嘢啊！郭家宝从以前就系我哋嘅英雄啊，所以俾佢依靠嘅时候真系好开心啊！诶，结果都系咁一个人走咗啊！实在好任性嘅家伙。都因为嗰种个性，先会同阿龙师同千水佢哋渐行渐远啊！希望边一日佢自己可以察觉到啊！你好似系同阿龙师同千水嘅队伍噶啦，系嘛？佢哋觉得还好吗？
都唔知同唔同你讲好啊！即系你哋以前都系 partner 嚟啊！讲出嚟又好似费事你伤心啊！我一直都觉得对佢哋做咗唔系太好嘅事啊！明明想留下呢个猪啊，但我冇去帮忙啊！唉，嗰阵时我哋啱啱好俾呢个 Under Zero 嘅怪物打到体无完肤啊，自信都就系丧失。而且连阿新都唔见咗，当时喺嗰种状态，实在系唔认为队伍仲能够继续落去。你唔好误会啊，我唔系唔信任阿龙斯龙千岁啊，反而喺嗰件事之后，佢哋坚持要继续努力啊，令我好欣慰啊，觉得好可靠。虽然啲说话冇直接传达俾佢哋啊，如果可以嘅话，你可唔可以帮我将呢件事啊？呀，都系算啦。呢啲事一定要由我哋嘅口中亲自传达先得啊，难喎、啊，唔知几时先传达到俾佢哋喎。嗰两条友啊，一个啊昏迷紧啊植物人，一个下落不明咁样，唉，即系依家搞到咁样，即系你计翻真系。佢哋真系全部都咩喎？啊，龙师啊，至今堕落啊，千岁啊，昏迷咗啦，为咗救龙师，跟住迟下嗰真田新又至今堕落，走去同嗰啲伊塔融合咗。不过好在就上一集个主角佢哋啊救得翻佢啊，阻止咗佢误入歧途啊。即系以前嗰班传奇侠客啊，最劲嗰几个啊，全部都至今堕落晒咁样啊。唔系昏迷就至今堕落咁样，悲哀啊真系悲哀。精英啊，冇啦喎。聞いて、フェイから連絡があったの。お兄ちゃんがハッカーたちと戦ってるって。多分相手はKだと思う。フェイが自分は動けないから。代わりに行ってほしいって。私からもお願い。お兄ちゃんを止めて。但我依家唔想阻止佢喎。ケイとも決着つけるんでしょ。我摸草鱼啦。啊哈！同我会合，你依家都喺度，你跟埋我一齐过去啊嘛，作证。仲汇合，仲要分开去啊！我就唔知道嘅话联络我啊，入咗医院啊！好似有啲印象啊，佢老豆好似系有条支线嘅，依家醒翻起啊！之前阿刘贤都有同我讲过啊，呢个千夏，第一集嗰阵时系有佢啲支线啊，即系依家好似系咧，佢老豆系唔记得咗系啲咩事添，但系系同第一集个支线相关嘅啊，睇先啊，但系佢又好奇怪，有个千夏一直同我哋联络，但系佢又走咗去侦探嗰边揾侦探嗰边帮手，但系就冇揾过我哋嚟帮手。好搞嘢，保存先啊。